以为你神经很大条，不会紧张哎。我跟宋和的家人又不是算很熟。因为我有问过师姐本人，然后师姐本人也说她以前也是不太敢看着婆婆，她就觉得很害怕很紧张，就会战战兢兢的生活，因为毕竟一个人从台北然后到高雄来，就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为了爱然后来到这个大环境，是大家庭，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妹妹嘎嘎是需要去注意的。我就问明玲师姐说，师姐你嫁进杨家很害怕哦，他说也不是害怕啦，就是会很紧张啊。我说你怕你婆婆哦，他说刚嫁进来的时候我不敢正眼看她，我不敢站在她的面前，我不敢这样看她，我都是这样偷偷的看她。我说她有那么可怕吗？他说不是，就是觉得她有威严啊。哦，那个影响真的会很大。其实对婆婆是敬畏，婆婆算也蛮疼我的啦，互动只是说还是有一个距离，就是婆媳，就是婆媳的距离。可是一起进去慈济以后，我觉得大家的理念就有一个共同方向啊，聊天的内容也都会很就是很match在一起。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打破这个僵局，我们两个一起进来慈济，我陪她进慈济的时候我才敢跟她说话，然后才敢什么这样子，一直维持到现在。其实我觉得明玲师姐像她的女儿。